中了。你去，你还害怕我的名字写错了。没有，第一次还把我的名字写错，害我不得不改。因为你们不熟啊，不能这样讲。对，我只知道他叫飞鱼。对吧？我只知道他叫飞鱼。对啊，要没有把你写飞鱼就不错了，好吗？我应该只写飞鱼吧？对，应该只写飞鱼对的嘛？写飞鱼是对的。以后就写姓张名名宇。操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现在这样还有五个，还有一个。后野又多了一个女生飞鱼。真的，那叫慈飞鱼，小飞鱼。慈飞鱼，对，你现在叫做公飞鱼。公飞鱼的，有啊，南部也有啊。所以呢，南飞鱼、北飞鱼。哦，不对，宜兰也有一个飞。好，六个，现在是五个哦。现在五个哦。就韩医生啊。我想要看韩医生，看体统数。韩宝林是，可是韩宝林跟廖宇成是同样一个 male， 所以到底韩宝林是不是就是？那就是他们一起的吧。好，那这样就是六个。韩医生哦，看看他有没有回来。我问到韩医生是谁？那有人认识陈慧娟吗？陈慧娟没有消息。慧娟她不能来，不能来。她昨天晚上打电话。哦，是昨天晚上。OK， 好。